来自智者群体信息。关于2023年4月闪亮事件和展开的阵雨。四月阵雨，阳生开关，播种新地球，讲述神圣真相，五月花盛开。通灵，玛丽·莫勒。传导者的前言。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大地母亲，圣母玛利亚，扬声大师 El Moria 和大角星高级议会在这里，流过从你们当前的个人和集体风暴中，闪耀的上帝代码和扬声代码的发光之光。这种基督意识和统一意识之光不会也不会变暗，只有知觉会变得模糊、迟钝和扭曲。因此，我们邀请您审视您的内心和灵魂，并注意您感知的调整光开关或失真开关何时转到开启位置。要将时间线从 3D 幻觉切换到生命之光和上帝时间线的真理，你所要做的就是将幻觉开关关闭。你是神心的完美神圣蓝图和上帝对你的最伟大愿景。现在是伟大转折中发生伟大记忆的时刻，通过现在和2023年剩余时间发生的一系列伟大的谦卑和深刻的隆隆声。你来这里是为了记住你是谁。不要让分心、痛苦、苦难、挑战和扭曲的呼唤和召唤妨碍这个伟大的记忆。因为在记忆中是你对你神圣真理的允许，因此是你神圣和主权的扬声。所以欢迎，欢迎来到完全掌握灵魂的旅程。在这里您将学习重新安置基督意识代码和生命之光代码的艺术，以体验成为神火花 God's Spark 和神之星 God's Star 的震动体验。 3D 领域的蛇形幻象的扭曲会召唤你回头看，以回应蛇充满苹果的诱惑的诱饵，并与 3D 矩阵的人间地狱纠缠的藤蔓交织在一起。当人们居住在他们自己的分离意识和来自精神近视、散光和眩晕的自我扭曲，清晰的灵魂视野在你的心之视野内、你的心之中心内、你的神圣男性能量和神圣女性能量内等待着你，在这个旨在引领你回家的神圣心灵空间中找到彼此。让我们深吸一口神圣的气息，让我们邀请在你体内流动的深度意识呼吸，引导你的意识觉察到你身体中任何感觉紧张的地方，它通过眼睛和注意力吸引你的注意力，紧张、自我的镜头及其在虚幻的 3D 矩阵中把握现实的错误感觉。小我对其灵性起源视而不见，那么他怎么能看到他完全无法感知的东西，并以任何方式协助你的扬声过程呢？他不能。因此，让我们首先将这种有意识的神圣生命气息和上帝的生命神圣气息集中或引导到小我居住在您体内的这个区域。让我们用纯净的第五维光频率填充它，让你的整个小我意识充满谦逊、疗愈之光，以及小我缺乏准确感知你是谁所需的意识水平的内在理解。在这口气中，有一种神奇的灵丹妙药，是纯净神圣的白光，可以清除自我所有的扭曲，它可以去除眼睛和晶状体上的刺，清除越来越多的个人认知扭曲、灵性散光和精神失忆症。随着这些荆棘的清除以及面纱的揭开，你将开始由内而外的体验你是多么伟大。因此，与我们一起深吸一口有意识的呼吸，亲自发现你们独特的星光和你们独特的神火花，如何希望在伟大转变和伟大扬声的这些时代中充分、完全、自由和大胆的闪耀。呼吸这个，感受这个，知道这个。
让我们探索2023年4月的能量，让你居住在更多的 5D 视野和光中，更多的与源头相聚的祝福。同时，阳生风暴和中央太阳的发光之光，继续做他们的工作，带来上帝之光、神圣真理 God Truth， 以及所有人和所有事物的神圣之心 God Heart。 亲爱的人们，能感受到改变之风吗？你能感觉到自己内在的变革之意吗？在这些时代，作为空中冲浪者或扬声冲浪者，在风中航行时，拥抱你的翅膀。2023年4月将在扬声故事中带来更多事件和曲折，在你们所有的生活中展开得更加广泛，将会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真理之语和扭曲的浮现。你的工作呢？就是从你自己的眼睛和你自己的感知中清除 3D 扭曲的荆棘，以便现在更清楚地看到神圣真理，同时流过你时间线中的一切。正如我们所说，真相可能是痛苦的，但在你们现在的扬声体验中，我们邀请你们将神圣真相讲述和真相分享的频率增加，视为你们和你们世界上所有友情类的伟大心声。在孩子的出生过程中，分娩可能是痛苦的，但同时又是美丽的。通过在新地球诞生时分娩疼痛和宫缩中浮出水面的痛苦，你也被赋予了一种能力，可以看到你从这个26000多年的世界时代和周期中携带痛苦记忆和模式的地方。你把它放在身体的哪个位置呢？你从哪里看到了你的视觉扭曲呢？通过你的看法吗？那些 3D 小我过滤器在哪里过滤掉真理的礼物和祝福，真实的真理，并与蛇的谎言、操纵和扭曲勾结和结合呢？你的扬声之意在这里将你的感知从内到外移动，以帮助你在振动上超越小我的束缚，使其与蛇的契约。为了在这里生存，自我一次又一次地做出交易，生生世世，这只会孕育并延续更多的交易。没有更多与蛇的交易，也没有更多的合同。地球母亲已经上升并提升到她的第五维频率，这里不再有蛇合同和交易的地方，她不会主持这样的体验。所以是时候让你自己的 3D 视觉中的扭曲和散光进入意识，并看到他们被这些强大的变革之风和这些流经每个城市、每个城镇、每个地方的史诗般的光之洪流所清除。人以及全世界的每一颗心，一切都被打扫干净了，一切都被召唤起来，以及在这些时期了解您的振动状态或宇宙坐标的方法呢？就是调整到你自己的内在频率，调整你的感受，调频调整到你自己的内在扬声开关，是否转向了全力以赴和无限在位 Infinitely on position， 与神心和神圣的时间线一致呢？如果是这样，请感受此时此刻你呼吸着美妙的普拉纳气息和神圣之光的感觉是多么美妙，记住你的呼吸和神圣之意的全部广度，这只能从你心中的完全结合中流出来源。如果您的提升开关继续闪烁，并在 3D 和 5D 之间来回切换，有时在 4D 之间来回切换，请不要担心。大多数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有这种体验，因为扬声风暴将所有四种元素带入人类的意识中，从而将你们神圣的神圣地球母亲的意识再次带回你们的意识中。闪烁是正常的。
切换也是。有了有意识的意图，你可以把你的精神生命力集中起来，在你的视野、你的知觉、你的身体和情感体验中，围绕你漂浮的任何流氓分离的方面，并将它们带回上帝源头的疗愈之光中。你是谁？在你内在的神性本质中，在你内在的新空间中，你可以再次知道你的神圣结合和蓝图完美。神在里面，上帝是你的呼吸，上帝是你的心，上帝是你的生命力，上帝是你内心的蜡烛，照耀着你永恒本质的光芒，照耀到这个 3D 蛇形矩阵的广阔幻象中，揭示它是多么虚假、扭曲、不真实和真实。2023年5月、4月的闪亮事件和展开的阵雨，将播下伟大的花朵。劳动带来新生活，风暴在其强大的风、洪水和风化的世界的另一边带来了和平与清晰。四月的阵雨带来了能量的洪流和光照，这将继续向越来越多的人类揭示一幅比他们想象的要大得多的图景。这种性质、这种范围和这种规模的图片现在正在被震动触及，即使是那些几乎没有灵性视力的人，他们也会看到生活中的混乱。他们正在检测真理的闪烁，即使他们的扬声开关仍处于关闭状态。真理之电以及将颠倒的世界从正面翻转过来的能量正在获得动力和关注。很快，那些闪光、那些真理的雨和洪流就再也不能被忽视了。你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那些在许多方面被认为是阴谋论者的人，因为他们比沉睡的世界中的其他人能看到更多的真理，并且以前被认为是疯子、不值得信任，并且在错误的叙述中离谱，现在注销不起作用，因为更多来自源头和中央太阳的光正在涌入。想想四月的阵雨，目前那些扬声灵魂对 3D 幻觉中的真相的感知，现在必须在公共形式、论坛和主流媒体资源中提及，以承认以前被注销为无的越来越多的启示性信息的洪流。看这里，假借他们正在帮助你更自觉地承认这些蛇爪牙来源。是的，我们都同意，他们是疯狂的阴谋论。现在你能看出他们必须获得群众的一些关注吗？他们正在被积极地谈论，而不是被完全忽略和审查，以试图将人们吸引到计划中的群体思考和群体故事中。他们被认为是非正式的官方阴谋论真相，然后以完美的蛇形方式，以一种新的方式被包装，通过蛇爪牙承认指控或揭露，并立即揭穿他们，以试图承认并关闭来自人类集体的任何势头，可能已经被认为在 3D 幻象的阴霾和狂热之外闪烁进入真理时间线、上帝时间线和生命之光。这似乎再次有效地把抱怨 Kabash 放在了上帝身上，但它不会成立。扩展的启示和真理的光和四月的雨无法被遏制，不能被阻碍，无法操纵或停止。随着越来越多的四月阵雨出现并倾泻在地球上，更多的五月花将开始绽放。你认为什么会在五月开花呢？在2023年5月，您内心有什么感觉可能会在真相和透明的全光中闪耀呢？你的先见之明超越了自我对日益明显的真相的过滤，看到了什么呢？如果自我过滤
蛇形收缩以及审查和压制的威胁日益不复存在。当蛇形监禁和缠绕的扭曲之网的浓雾不再存在时，你能看到什么对人类开放呢？你将如何感到自由呢？你将如何自由生活呢？你将如何获得自由呢？我们邀请你在整个四月份选择你最喜欢的方法和实践，以扎根于你的光和你的普拉纳，并了解你在这个世界上的神圣本质和不可思议的礼物。我们邀请你每天练习它们，在更多史诗般的光与和真理的洪流成为这个世界的日常事件之前，在各种大雨，就像诺亚在他那个时代所面对的，连续许多个日日夜夜一起倾盆大雨之前，强化你的灵魂和精神。现在加强你的灵性视野和灵性肌肉，让它们变得灵活，能够在风暴中支持你和你的宇宙敏捷性。我们也邀请你在一个已经出现的上帝世界中自由地，完全的自由地想象自己。然而，很少有人能体现出来，很少有人想到它，很少有人接受它。我们会说，拥抱你新生活的愿景，因为它正在有力地显现，这只会使它成为一种比人们无意识地在时间线之间切换，害怕或害怕他们所看到的，他们看不到的，他们无法消化的东西时更快乐的体验。什么不符合他们长期以来持有的信念？什么不符合每个灵魂为在蛇形幻觉中生存而制定的自我契约？用你所有的感官，用你的全心，用你神圣的灵魂来拥抱和展望你的生活，带着巨大的喜悦、热切的期待和共同创造的生命力，在你和源头创造者 Source Creator 之间流动。这笔感觉像海绵一样充满了对许多沉睡的人来说毫无意义的所有更沉重的启示要强大得多。集体恐惧可能会上升，然而与此同时，涌入集体的光和流入集体的普拉纳正在成比例地上升。为了完美的支持你们每一个人拥有神圣的氧气和生命力，你们需要不断转向光，在你自己的心跳中保持转向源头的心跳。为了继续转向谦卑的恩典，当自我被四处抛掷，并在许多方面感到迷失在大海中时，你正在离开震动汤之海和海市法律。这些法律根据自己的法律强制执行蛇的正义系统，而你正在上升到上帝的法则中，真正是义的法则，神圣秩序法则，神圣正确实际的本质，能量透明的震动真理。在充满活力的震动真理的世界里，谎言能藏在哪里呢？无处。在上帝时间轴中，谎言无法生存。即使只是想到那些谎言，也会以某种方式在清晰的灵魂视野中激活的有知觉世界的生活中以某种方式出现和揭露。所以，这并不是说某个地方的某个人不会试图撒谎、欺骗、操纵和腐败，但他们会暴露自己，几乎是瞬间。这将是一种新的神圣和震动规则，以一种新的方式在地球上成为人类。震动是伟大的揭示者和暴露者。当人们用较低密度的思想和投射玩游戏时，很难伪装成光，人们不会容忍的，他们不会参与其中。震动的清晰度和视线的清晰度将是正在出现的新地球中新的和扩展的神圣灵魂价值。暴力、分离、迫害、判断、孤立、犯罪、勾结和操纵的 3D 扭曲都将在这个新的水瓶座时代很快消失，因为
这些能量与地球上的生命不一致且不相容，向前发展。源头的生命之光流过中央太阳，将确保光在这里停留和闪耀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在整个新时代和造物进化周期中一直如此广泛地照耀在地球上。很快，时间线中的切换和闪烁将越来越少，因为清澈的上帝时间线将如此透明地成为唯一存在的真理。当你在2023年4月以后经历这些变化的狂风骤雨和扬声升级和启示时，我们邀请你为自己设想的就是这个真相时间线，尽可能详细地感受它，在你的心之中心呼吸，了解你的伟大之光，那是超越你身体核心的完美蓝图，并让风暴首先在 3D 矩阵中揭示关于你或人类或这个星球从未真实的扭曲。所有的扭曲都必须清除，必须离开。当那片沼泽被抽干时，唯一剩下的将是真理、光、永恒祝福之道和奇迹，它们一直存在，并一直等待着这个伟大的回归。呼吸，地面，清除眼罩，去除你自己的感知刺，找到谦逊，更深入地进入你内心富有同情心的谦逊，并寻求内在的上帝、造物主、源头联盟。如果你带着合一的意图呼吸，上帝会在那里与你会面。上帝总是在那里遇见你。四月的阵雨本身就很强大，他们在这里播种五月花，上帝的花园正在回归，就在这里，在你里面，他正在世界各地回归，寻找上帝花园闪耀的地方，并相信上帝真理之光会清除所有幻觉，即使是那些阅读本文的人可能相信的幻觉。当所有的启示都完成时，不会留下任何幻象，只有上帝之光、神圣创造和神圣完美将被留下来参与重建者的心、创造性艺术家、治疗者、教师、启发者等等的愿景。一个光荣的新地球正在诞生，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扬声和最伟大的启示，以及与源头最伟大的团聚的电影布景。有意识地参与其中。亲爱的人们，你是被爱的，你是爱，我们所有的爱，来自智者群体的祝福。谢谢收听，感恩祝福。
you